医生赶快救我。还没有，我还在打拼。然后我要谢谢我们 Soundman 新奎，他我们真的很信任，就是听到声音。然后还要谢谢刚配合我的灯光，然后灯光老师这样，还有维农，谢谢维农。我们今天去逛了很多新竹的一些街道，我是蛮开心的，很喜欢新竹。因为我之前当兵是新竹当兵，可是就是你根本没有去过新竹，就是在关西营区而已。